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让你借着十字架的救恩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。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信心上面是那样的软弱，我们经常在这个属世的那种试探，在老我的那样的那个顽固的挣扎之中，我们有时候跌倒，我们得罪你。主啊，求你也是借着你圣灵上面的奇妙的带领，你的话语不断的提醒我们，要仰望着十字架的大能，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身边，能够让你来使用，让你来得着。我们叫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来思考一个题目，叫做重新出发。我就可以经常有人就问我怎么样去画画，那么我会回答他，我说呢，画画整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在修正，不断的修改的过程，以及把画画好，那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。有些我有些那个美国的画家向我学习的时候，我就会告诉他你的问题在哪里，你应该怎么去改啊，我会告诉他一种方法，也把我自己的那个错的经验告诉他，他们也很有得着。他经常的对我说，是啊，你说的真的是很有用啊，我们也知道啊，我们也很心想啊，但是他不像有些人啊，这老是说啊也不错不错，还好还好啊，但是这往往就是很敷很就是一种敷衍敷衍啊敷衍，或者是一种虚伪。但是我说不是的，我是把我自己经历的错啊，我怎么改来告诉你们。那今天的经文呢，就记载在约翰福音21:15-19，这个经文我们南京的南方南面的查经那个团契已经查过了，刚刚查完，大家都很熟悉啊。这个经文对于我来说，我也很有得着啊。我们今天来一起来分享它，我先给大家读一次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，自己束下腰带子，随意往来；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就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，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那我们这个经文大家都知道，是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后见到阴间，三天之后复活来，然后呢就显给了，只是多次的显给他们的门徒看。那么这个经文就是彼得带着六个其他的门徒，一共七个人，回到了加利利这个海，
那么回到那边的时候，啊，就是耶稣再一次向他们显现。那显现的时候，就有这样的啊，对这个彼得有这样的话。第一句他就问他，约翰的儿子西门。哎呀，奇怪，这里又回去用西门这个称呼了。他不是耶稣已经给了他一个名字，叫做小石头吗？怎么现在又叫他叫西门呢？那这里面真的很有意思，因为我们记得耶稣曾经问他的门徒："你们怎么看我呢？"彼得就对耶稣说："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"耶稣就对他说："西门巴约拿。"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那么这里面说就又提到这个西门巴约拿，或者说是约拿的西门，你是有福的。当提到西门的时候，当他能够认识到基督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。耶稣都很肯定，知道他这认识他，肯定他是有福的。西门，你是有福的。在这里重提西门，我们就想起了西门这个彼得和基督的关系。他就问他："你爱我这些，比这些更深吗？比这些，啊，他们刚刚才打了一船鱼。"那么耶稣问他，是不是你爱这些弟兄，你爱这些鱼，你爱这些渔船，你爱你的收获，你爱一切感官的乐趣，物质的财富吗？你爱这些东西比爱我更深吗？那彼得就说："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"他就。三次的都强调了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么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啊，这个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这样重复问他的时候，彼得有点忧愁了。为什么他会忧愁呢？我们很容易就使我们想到，那个彼得曾经三次的不认主。那么这次，耶稣三次的重问他："你爱我吗？"让他想到了他是怎么样离弃了主的，他忧愁，他痛苦，他痛悔。耶稣没有问他别的，耶稣没有问他："彼得，你哭了多少次啊？彼得，你多长时间进食，为这个事情啊？"但是，耶稣仅仅是让他看到了，啊，他是怎么样的接纳他，三次的提醒他。最后，耶稣也要他，你年轻的时候你是这样的，那么得意的，那样的啊，来往自由的。啊，你年少的时候，当然犹太人所说到年少的，就是儿童啦、青少年的时候。那么，当他跟着耶稣的时候，彼得那时候已经是二三十岁的人了，不是一个年少人了。那一直到他66年的时候审道，啊，你会知道他在以后那样的日子里面都是为主而受苦的。而是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，最后他是道钉十字架为主而死，荣耀神的。那么最后主也要他提出一个呼召，要他再一次来跟随他。那么我们要提问，因为耶稣三次的问他是什么意思呢？刚才虽然我们提到。我们也要知道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那是一个很严重的罪。因为马太福音
第十章里面这样提到，耶稣说过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。凡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彼得不认主，而且是三次，那是一个大的罪，大的一个错误，一次很惨重的一次跌倒。但是他三次的问他的时候，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他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加深的，不看文字上面好像是重复的，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一步一步引导彼得去认识自己的问题。当他问到第二次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犹太人当一个重复的时候就是一个强调，主是那样爱他的门徒，爱他的羊，他那个爱，他会问他，我是这样的爱你，你爱我吗？第二次是一种重生。当他第三次问他的时候，那是主表示了他，我已经饶恕你，我接纳你，要使到彼得的信心得以重建，他回到了主那边，他的那个地位在主事工上面神所看重的，现在主一样的接纳他，而且给他一个使命，这个使命提出来要他跟随他，要他牧养他的羊群。前面先要问清楚，强调了这个爱，爱主你才会能够承担这个使命，这个委托，爱主才能爱羊。彼得经历了这样提问，他一步一步的更深刻的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神，他更应该是完全的信靠他。因为彼得，因为耶稣三次的对他说你爱我吗，他就忧愁，忧愁。是的，三次的提问，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是提醒了彼得，你曾经三次不认我。这里面不但要使他，使彼得回想到，而且更重要是要他正视他这个罪。我们经常会跌倒，我们会得罪神，我们会得罪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们犯了错子之后，我们跌倒之后，我们有没有正视呢？不但是提醒，更重视你自己，从你的跌倒的那个角度来看，你是怎么样来看，你是不是正视，正视这样的问题。第二个，你要看到他那个痛悔，因为他忧愁。当然了，是不是他怀疑神，或者怀疑主不接纳他呢？那么我看了呢，是那种痛悔的这种表现，是他真心的痛恨他自己。你还记得吗？他曾经很骄傲很自信，他这么说，他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他说，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啊。他是何等的自信的人，但是在这个时候神提醒了他，也主要提醒他，你跌倒就跌倒在这个事上面，你从此之后就要谦卑下来，这是一个谦卑。当我们真的是认罪悔改回到神的身边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学到谦卑吗？重新把我们那种自傲、自私、自以为是那种跌倒，把它放下来，重新谦卑自己。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接纳他，三次问他的时候，也看到了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对他一个接纳。他没有做什么，你说他一点都没做什么啊，他也没有哭了多少次啊，也没有说为这个事情进食祷告啊，哎呀这里怎么那么简单吗？不是的，
他是痛悔，主看中了他的痛悔。因为一个有痛悔的心的人，才是主要接纳的。这是恩典，这是恩典，不是你说我做错了，好了，我自己做点好的给人看看啊，表现一下我现在还这个人还不错，大家能够接纳我，不是的，不是靠你以为表现一点点好的行为就可以掩盖了你自己的错误，不是，完全出于神的恩典，你痛悔，神就接纳。所以经过这样，他认识到。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知道一切，他知道他，所以他说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知道，意思就是说，神啊，主啊，你来监察我，主在不断的啊，在帮助他，在我们跌倒，在我们滑倒的时候，他不但伸着手来把我们救出来，而且不断的来保我们、监察我们，让我们在每个事情上面懂得依靠他，懂得首先用祷告和他面对面，把自己的问题交给他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让主来得着我们，就好像彼得那样，已经知道了，知道原来主已经饶恕了他。已经他被主而得着，被主得着才会被主使用。门徒对他呢，门徒并不是因为哦，彼得你这个人擅自不认主，所以我们遗弃你，我们不听你的，我们要 把你踢出教会，不是的。大家都跟着他，他提出要回到加利利，他们都跟着去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不是说每个人啊都会误解彼得的，或者说因为彼得好像有些人对这个经文的解释那样，我觉得他是不是重操旧业啊跌倒了又回去了，不是的，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因为门徒知道他们需要等待。他们需要等待，他们知道还有二三十天的等待才到五旬节，要圣灵降临的时候，耶稣说那时候他们会重新得力，出去传扬他的福音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回到了加利利海，那是他们被召的地方，他们要回到最初神主是怎么样召他们的。他们知道这个加利利海就是耶稣福音工作的基地，他们要回到那边。我们来看看，当他们在那打了一天的鱼，满身大汗，吃破肚皮，但是都打不着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：“你们有吃的吗？”他们说没有。主就叫他下网，在右边一打，打了一网的鱼。我们从这里会看到，一网的鱼，对于这个门徒立刻的想到，在他们啊三年前他们被呼召的时候，啊三年半前他们被呼召的时候，他们那一幕，彼得啊也是经历过，有一段打鱼，打到鱼的经历。因为耶稣讲完道的时候，就对彼得说：“因为耶稣租借他的船，在船上讲道，讲完道之后，就叫西门，啊，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彼得说：‘哎呀，我都劳累了，我一整夜劳力了，我都没有打着，我是打鱼专家，好不好吧？好，我还是听你的，好，我就下网了。’”没有想到渔网都差不多要破了，满满的鱼装满了两船，船都要快要沉下去，沉下去啊！这个经历谁都不会忘记。现在耶稣要他再一次下网，打到153条鱼的时候，立刻就想到，是的，以前那个经历更验证了，他们回去就是要经历
主怎么样呼召他。因为当时候彼得立刻的俯伏在地，立刻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耶稣对门徒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，就是要得人如得鱼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呼召，也要他们回到这一点去。你们来到这里，你要以后得到了圣灵，你们会得人如得鱼。耶稣啊，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，看到了，他就立刻对彼得说：“哎呀，这是主啊！”彼得怎么了？彼得二话没说，立刻就跳下去，穿起了他的好的衣服，就跳到水里面。他不要等着那个船靠岸，他要第一时间回到主的身旁。你就看到他那个悔改的心智，他是那样的真诚。他不像我们有些人犯了错，罪得罪了弟兄姊妹，他不但不认，而且嬉皮笑脸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，好像装着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们不是说要你公开要怎么样认罪，但是你起码在神的面前你要真诚。如何接纳一个跌倒的弟兄呢？我们有时候啊，在碰到了一些弟兄真的是有跌倒了，有犯错了，有得罪你了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我们前面看到耶稣是怎么接纳他的犯了跌倒的彼得，他所拣选的门徒，那是我们应该怎么接纳呢？我想起来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这样的经文，前面先说了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是说有一百只羊，有一只羊迷失了，你会放弃了，或者放下了九十九只羊去找了那个迷失的羊。因为他说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女失丧了一个，我一个我都要抓回来，我都要找回来。上面的经文有些误解了。我现在说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，仅仅是个得罪，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了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，那这是很好。他说，你说，他改，我们都是很好，我们得着了。跟着就是，假如他不听怎么办？他就带着另外带着两个人，另外带两个就三个人了，就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啊，这是一个好像法律上面的用语，好像你抵赖不掉。不要误解了，有些人以为这样的话就把他不听嘛，不听了嘛，就告诉教会他都不听，就把他赶出去，一二三三部曲就把他踢出去，是这样吗？他仅仅是得罪你呀。但是耶稣怎么看？耶稣说，就看他做像是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耶稣怎么对税吏的？他是怎么叫这个税吏马可的做他的门徒的？他是怎么样和这些罪人同坐筵席的？他怎么样去到撒玛利亚外邦人之中去怎么传福音的？我们也看到了这点，就是说，这种有得罪你的弟兄、跌倒的弟兄，我们就应该重新要回到最初那样，要给他传福音，要和他同坐筵席，关顾他，跟进他，把他带回来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我们看看大卫王。大卫王犯了这个奸淫的罪，大家都 很,
很清楚的，叫大卫与八十八啊，犯了奸淫的罪啊，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居然去杀死了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。那么上帝就派了先知拿单来责备他。那这是一个很大的罪，他犯了罪，他能够悔改，从此之后他不但的悔改，而且他把这样的这个事情，把这样的罪公布出世界，啊，不但是给他的平民市民听，而且全世界都看到，一直到我们现在还读到他悔改的诗篇。悔改的诗篇就是诗篇五十篇。你看看他是怎么悔改。第一，他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。第一，他是知道自己的过犯，他不是掩盖他自己的过犯，他是面对自己的过犯。跟着来，他说：“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”不是犯了罪，不是因为哎呦，因为这个环境不好了啊，因为我家里面对我不好了啊，因为我太太对我不好了啊，因为还有另外女人更了解我了。他没有推搪别的事情，而是知道他得罪的是神，唯独得罪的是神。他很清楚原因在哪里，他抓到了他的原因。由于他是在罪里面生的，他带着这个罪，带着原罪来了，而且这个罪不断的在他那边增长，他失败了，他跌倒了，他面对着这个事情，他很清楚。神啊，求你为我做一个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提出了一个，知道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不是修修改改，做一点点好人，做点好事，掩盖一下，不是，而是整个人的心在改变，整个人要一彻底的要更新过来，里面要有一个正直的灵。你看他一步一步的知道，求主给他有一个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。我们得了救恩，我们更知道，我们不但是得到，而且要得到救恩之乐，使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回到了一种感恩、喜乐、平安，求神使用。怎么求神使用？他说：“我就把你的道指教那些犯过犯的人，和我同犯这样错误的人，或者说我们同样是跌倒的人，我们是软弱的人，我要把这个福音，我把这个恩典白白的也把它告诉我和我同一样犯错误的人，宣扬他的美名。”因为神很清楚，神看重的就是忧伤痛悔的心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，大卫犯了罪，他看到的是罪的危害，那个危害可能还不明显，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还没小事情啦，小事情一桩啊，不是，有些人瞬间犯了罪还不知道，还很得意，因为他会以为自己可以享受带来了最终之乐，骗了人家的钱，赚了人家的便宜，还觉得你这个傻瓜，这个不聪明啊，这个以后你自己啊自食其果，他还以为自己是对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看到对罪要保持高度的警惕，要知道罪的试探无时不在，我们稍不警惕老我就会出来，
我们是那个被神拯救的有新生命的人，就应该知道什么是罪，什么是公义，什么是讨神的喜悦，绝不应该对犯罪抱有无所谓的态度，真的是要警醒。是的，大卫他不但是悔改，而且我们看到了他真正的痛悔，而且立刻他就写上了这样的诗篇。这个诗篇不像有些以为一个诗人那样一时激动，哇，我就可以写出一个诗篇出来，不是的，那是后面是那么痛苦，那样的挣扎，那样的对神的顺服。没有后面这一点，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篇。这里想起了我们我在这个英语崇拜的时候，那Egan 这个弟兄就为那个年轻人就弹唱，他弹着吉他，他那里唱，也可能是由于在网上面吧，没有人看到他，他很投入，很投入，唱了最后，哇，那个声音都沙哑了。但是他真的是完全的进去，因为他那个激情，他清楚，他了解了歌词，他知道了神，所以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他才会有这样的流露。大卫的痛悔使得他产生这样的诗篇，他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君王，他很有磅礴的那个气魄。他看到神整个救赎的大计，他看到了整个世界，看到了自己民族的命运，他有很正的忧患的意思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他是神所说的合乎神心意的人。旧约里面只有这个人，神是这样肯定的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。我们仅仅的看到了，老是说他这是个犯奸淫的人，这是个犯奸淫的王。我们依旧有些人就把大卫钉在十字架上，已经有2、3千年了。但是你没有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神的心意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。在旧约里面，大卫是一个很深刻的理解基督论的人，他的表述是那样的深刻。我们看到诗篇22篇的时候，你就会读到基督怎么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成就了救赎的大计。我们也很喜欢诗篇23篇，我们也看到了基督是我们群羊的大牧人。我们来稍微的分析一下这个诗篇22篇，它里面所有的基督论，我们很熟悉。当我们一念到这个诗篇的时候，你就会记得起来。他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那个十架七言里面的一句。跟着他就说。凡看见我的，都嗤笑我。他们撇嘴，摇头说：“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？耶和华既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？”不就是应验了这个耶稣当时被人的嗤笑吗？他是神的，可以救他自己吧？这里面还有一句，他说。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沾酒。你会看到，这个他对基督的理解认识是那样的深刻。我们也曾经说过，他是那样的对以色列民、对万民的那种磅礴的那个气魄。我们看看又是22篇，后面里面也提到。他说：“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，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，
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，他对以色列民是那样的呼喊，而且也为他来呼喊着。他说：“神啊，因为他这位神没有藐视真恶受苦的人，那些背离了他的以色列民，也没有向他延年。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，他就垂听。他对万民怎么说呢？他的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于他，奉献他。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的面前敬拜，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，他是管理万国的。”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经文，耶稣对彼得再次的呼召，耶稣就说，指着彼得说：“啊，对他这么说，他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啊，别人要把你出上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”那是指着他怎么样使荣耀神来说的啊。说了这话，就跟着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啊，这种面看得出来啊，他怎么样把这个大的牧养群羊的这个使命交给了他，而且坚定了他那个受苦的心志，一直到死不回头，让彼得那个重新的出发，回到神的身边，能够给神来使用。我们虽然我们是一个有跌倒的弟兄，我们可能也有得罪了神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没有离弃我们，神也挽救我们，他实际上的救恩不但是让我们回到从罪里面得以释放，而且还保守我们，他的大能，他的赦免一直伴随我们。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，那么雅各书里面说的相当之好，他说第五章，雅各书的第五章十五十六节这么说：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我来做一个见证，和我一起十几年到这个云南山区就宣教的梁弟兄，这个老弟兄七八十岁，他每次都是愿意坐火车，再转汽车，再转摩托车，为了省了一点钱，来捐给，来支持山区的教会。他有一次对着二三百人的培灵会的时候，他讲到怎样，突然间他失禁了，那个粪便一下子都冲了出来，控制不住，哎呦，整个会场都很臭啊！但是几百人没有一个人不满发声，大家都为着这个梁弟兄来祷告，认识他，接纳他，尊重他，大家都知道他是怎么样为主而摆上的。我还记得大西洋城里面有一个教会，他是专门收，都是一些妓女啊，要么大西洋城的附近都很多妓女在那边生存，教会就对他们开放，有些妓女来过，有些接纳主，有些来了又跑了，过了一两年又回来了，但是这个教会一直都是这样开放，拥抱他们。最后我来做一个总结，第一，认识罪的危害，
警惕罪的试探无时不在呀、啊。有了基督不犯罪的新的生命的话，绝不应对犯罪抱以无所谓的态度，要深切的认罪悔改。神看重的就是忧伤痛悔的心，让我们重拾最初的爱心和爱主的心。让主常常地问我们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来检验我们的灵性的光景，回到神的身边，让神来使用你。神不但会使用一个教授、一个学者、一个诗人，也会使用一般的我们这些爱他的人，包括跌倒、有错误、愿意回到神身边的人。我们同心低头祷告，但愿我主基督耶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保惠师的感动、交通和团契，常与各位我们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